冰的手套是不是？啊，胶带中间有一点翻。翻。唉，要重新热身。哎呦。这里啊，横着放呗。记得板子要这样方便，就是要滑出来的，要背。只是要背着。啊，鞋子还没扣。
子开始有一点点的脖子。啊，我先去热身了。哎，那就各自练习咯。我下一场也要练。我会一直重复练习。觉得先把大腕弄回来好了。
咻。
啊？哎呀，我刚刚也是，我想你应该就在这里。好，我看你现在怎样，有比较不紧张吗？那你刚刚有看到我摔倒吗？没有，你摔倒。摔倒爬不起啊，第二趟也很好，不好爬，因为它是雪很。我觉得它凹凹凸有一点点像没整地的那种感觉。上下跳对不对？其实重心放稳就好了，会不会吓到？佩服我们自己，就是这么小也可以弯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就是这么小，我们也在弯，佩服我们自己啊！弯都超小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弯的那个弯就是谁自己想弯就弯。对啊。我们把弯大一点好了，试试看。所以要看远一点啊。没事啊。哦呼！
面，你滑我后面。Thank you.
上面也都是，这你好像惨了不少。这里就是错边啦。
啊？滑得很烂。不知道啊。要帮你拍了吗？都可以啊。你刚不知道的状况下，可能还会比较好一点。我不知道。左边都没人哦。哇，过不去，动不了，动不了。
开始。
来了。我刚坐上去就看你滑下来，没想到中间隔了四个人。好啦，剩下我说剩下，刚刚就想剩下40分钟，对呀，努力练啦、啊。最后大概45分的时候，再来互相录一次吧。好、啊，走了。
是啊、哦，我不知道，最后一趟了。而且我的工作停了。好啊，最后一趟了。最后一趟了。要不要？太赶了，而且这个不要录好了，没关系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这个转弯，什么叫转很多？没有，因为真的也没办法大转，因为它会跳，所以实际上它不是鸭血，做不大出来，所以我觉得不录就算了。对啊，好，最后一趟啊，因为又要收，又要把血清掉，最后一趟。那我跟你后面，好了。对啊，我们都有办法滑得很慢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他要穿板子，那个很慢的啦，走了，走了。还要一趟，好啊，闹钟叫了，很赶呢，你赶快坐上去，好，我等一下就上来了、啊。哎，我觉得你这样等也有去滑过黑线的感觉，你已经可以适应跳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感觉跟黑线有一点像，只是没那么陡。不是黑线啊，那叫红线啊，黑线，黑线、啊。黑线就是白线。对啊，因为在中间那边乱跳啊。就是你知道你的脚很跳，我在后面录，你的脚一直在那动一动一动一。
刚跟过了，现在再来一次。对啊 ，Go Go。好，出发，出发。就是刨冰多啊，是要怎么办？啊，你先走啊。啊，先拉杆对吧？先弄着，袖都被刮光了啦，一定的啊，底下还有刮痕呢，这些刨冰的什么东西都刮得掉。哦，快速脱脱。还不错了，刨冰的触感。哎，水在这，放远一点，等下
下兵荒马乱。你要擦干了、就是这样。哇！よいしょ。给我，我有个位置放，往后一把，来，来，鞋子拿出来了，穿，你讲啥？哪只呢？袖子怎样？不要。一定磨掉的、啊，你去看。我是没有仔细检查了。啊，是哦。嗯，我认为我，等一下你来看，我猜应该是刮光光的。嘿呀。利用刨冰给他来个准备一下。好了，恢复普通鞋子了。哎呦！可以了。你说什么？鞋舌哦。